如果你喜欢射箭的话，我可以去练。如果你喜欢拍照，我也可以去学。但你能不能不要再跟别人约会了？公事，公事不行吗？还有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再叫我陆龟毛。龟福私访，骗小孩呢？你该不会是跟踪我们一整天，晚上你想干什么呀？ 我还没问你呢，你不是说去上培训班吗？你怎么去跟一个男人去约会了？无证业，不思进取。我培训不培训，我跟谁培训，我跟谁去约会，那是我自己的事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啊？我当然有资格了，因为。 什么？棉花糖里面没有棉花。啊？里面的劣质糖精太甜了，特别恶心。哼！哼！算了，玩了一天我也累了，我懒得跟你说。先别走，我话没说完呢。 如果你喜欢射箭的话，我可以去练。如果你喜欢拍照，我也可以去学。但你能不能不要再跟别人约会了？我陪你。 陆晋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是他，就是他，真的是他。这就是正红集团总裁陆晋先生。 陆总，请您指示，我们一定细心改正。不知道陆总这次微服私访是不是有什么投资计划？对啊，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跟我说。陆总，您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说。陆总，都挺好。明天，啊，我累了。陆总，陆总。 起床了，别睡了，该上班了。我给你买的早餐挂在门口，记得吃哦。拜拜。